我哋咧引入咗幾款適合香港人用嘅隱形產品俾大家，例如有呢一支適合唔同皮膚性質用嘅潤膚露啦，細細支擺落袋度啱啱好啊，同埋呢一個潤唇膏係全天然製造噶。嗯，佢唔立之餘仲好滋潤添嘅喎，同埋呢一個黑海海鹽磨砂木嘅油啦。沖完涼之後啊，成身都香噴噴噶，啲皮膚仲滑好多添噶。一共有6款嘅味道，總有一款啱你嘅。同埋呢一個含大量嘅橄欖油啦、椰子油啦同杏仁油嘅番鹼，佢係冇化學物嘅喎。每日用佢嚟洗頭或者沖涼，就等於啊你用橄欖油嚟保濕身體同頭髮添㗎。